哈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如果各位朋友你们看到这个诡异的一幕啊，请不要觉得很惊讶哦。这里是这个研发训练部门。那为什么他们三位同仁都要戴帽子呢？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邱经理，他有一些大家知道的事情戴帽子。然后我们就是，不是我们啦，我没有就是他的这个伙伴们，为了陪伴他，爷爷戴上帽子，让他不会感觉到孤单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。嗨，邱经理，祝福你早日康复。